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。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我们今天这一讲呢，要来继续讨论供给决策，讨论生产成本与厂商的供给决策。哦，我们前一讲呢，已经有跟大家谈过，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呢，哦，在短期的时候，厂商要怎么样做决策，才能够让你的利润最大，哦，才能让厂商的利润最大，厂商才能够发大财，然后。那我们也 suppose， 大多数的厂商在市场中呢，哎，目标都是要发大财，然后呢，多年的经验呢，慢慢他们也能够抓到这些点，然后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，来理解，哎，这个厂商是怎么在市场上做最佳决策的。哦，我们上一讲有提到说，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的那个特性，就是说你要怎么做定价决策，跟着市场走，哦，不是跟着秃头走，然后跟着市场走。那怎么做产量的决策呢？在价格等于 MC 哦，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呢，决定你的最适决策哦，决定你的最适决策啊。大体上这个样子呢，哦，你呢就可以那个最大化你的利润啊。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在看这个厂商在市场上做决策的。不过呢，有些时候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哦，你可能会想到，哎，我如果利润是亏损的时候。我在短期的时候要不要做停业的这件事情比较特殊的状况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呢，要来讲这件事情：短期停业决策。哦，短期停业决策。来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刚刚讲的东西。哈，什么？为什么你会有出现这个短期停业的决策呢？我们说，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呢，厂商的定价决策是跟着市场走。哦，就设定 price，你总是可以用一个固定的价格把你的东西卖掉。怎么样决定你的产量决策呢？P 等于 MC，价格等于边际成本，决定你的最适产量。可是呢，我们有说过，当 P 等于 MC 的时候呢，不见得是保证你的利润是正的哦。上一讲有提到过，P 等于 MC 是一阶条件哦，是一阶条件哦。P 等于 MC 是一阶条件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利润的这个函数呢，在那点上呢，切线为零。可是，一阶条件呢，有些时候是极小点，有些时候是极大点，对不对？我们说。哦，我们说呢，你这时候还要再看二阶条件。可是，即便是如此哦，即便你同时看了一阶条件、二阶条件，你知道这个点呢，哦，是你的什么？是你呢，在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状况之下，你决定这个产量呢，你找出来的是你利润最大的那一点。可是，我可没有保证说，即便是你是利润最大的那一点，你的利润还是正的哦。我们只说 P 等于 MC。一阶条件哦，你会找出极值利润最小点、利润最大点。二阶条件哦，就是看它的在那一点上面呢，这个利润函数的二阶导函数哦，看在那一点上它的二阶导函数是正的还是负的哦，是正的还是负的？如果是负的话，你知道它是极大点。不清楚的同学回去再看看数学极值的那个讲义啊，在数学那一趴的最后一讲哦。可是呢，我们有说在极大点的时候呢。是你在所处状况利润最大点，它是不是保证利润一定是正的？我们没有说这件事情哦，所以可能哦还是会出现两种状况，一种状况是 P 等于 MC 一阶条件，而且你也确定二阶条件这个是利润最大点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产量是最适产量。什么叫最适？在哪点生产你利润会最大？可是，在哪点生产利润会最大的时候呢？如果运气好，那个那一点上面的价格会大于 AC，那利润就是正的。很有可能有另外一个状况。叫做什么呢？P 小于 AC，利润就是负的。哦，P 等于 MC，利润最大，不保证 P 是否大于 AC 或 P 是否小于 AC，不保证这个事情。哦，不保证这个事情，MC 跟 AC，哎，不见得都是一样的啊，不见得都是一样的啊。所以，如果在 P 等于 MC 的那点的时候，很遗憾的，P 小于 AC，利润是负的。哦，P 小于 AC，利润是负。为什么 P 小于 AC，利润是负？利润等于这个 P 乘 Q。减掉 AC 乘 Q 嘛，AC 是什么？平均成本，平均成本乘以 Q，那就是你的总成本嘛。所以你的这个收到的钱减掉你的总成本是负的。可能同学还是不大清楚为什么 P 等于 MC 的时候还是会出现这两种状况。等一下我们看图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在这边呢要问的就是说啊，如果你利润是负的时候呢，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损失最小？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损失最小？哦，我们来看到这个图，这个图就会你就很明了的看到说，P 等于 MC 的时候，不保证你利润是正还是负的。如果你今天价格比较好，在比较高的点上面，比较高的点上面，P 等于 MC 决定最适产量，在这一点上面呢，你的这个价格大于 AC，
哦，价格大于 AC 平均成本，所以你 P 乘以 Q 减掉 AC 乘以 Q， 也就是说你的总收到钱减掉你的总成本会是正的。可是另外情况是，如果价格很低呢？像在这个情况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价格很低 ，P 等于 MC 呢，决定你的利润最大点。哦，听起来很怪了，因为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利润了。哦，那可是呢，你的价格是比平均成本还要低啊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是属于亏损的状况。价格比 AC 点还要小，所以价格乘上产量，你总收到的钱减掉 AC 平均成本乘上 Q， 你总要付出的成本是还要小的。P 乘 Q 减掉 AC 乘上 Q 是负的，这个时候你就会亏损。哦，你就会亏损，那你就会问说，哇，那怎么办？哦，有没有可以透过调整产量让你的这个亏损减少？不行，你看看，不管你怎么调整产量，你这条价格线总是在平均成本线之下，哦，价格线总是在平均成本线之下，所以不管你怎么调整产量，你都是负的啦，利润都是负的，所以这点与其说是利润最大点，我说用利润这个term怪怪，因为这种也是亏损，你其实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叫做亏损最小点啦，亏损最小点，所以在这一点生产 P 等于 MC 的这点，我们说利润最大也对，亏损最小也对，在这一点上面呢，其实是你的亏损最小点啦，你怎么调整你的产量？你的这个价格你看永远都在 AC 底下，这点算是损失最小的啦，哦，损失最小的，损失最小的，可是不管你怎么调都是损失。那怎么办？利润是负的话，你现在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你是不是要马上要把生意收掉？都亏损了，一般常人就会想说，哇，撩急撩急，卖折啊卖折啊，哦，利润是负的，我马上就把生意收掉了，哦，是不是真的要马上走到这一步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短期停业决策，我在这一讲里面，我们就要谈这个问题哦。撩钱啊，我讲是咩？马上就酸啊，还是讲继续撑下去？你觉得要不要继续撑下去？我们就来看看这件事情，可以仔细想想啦。哦，你讨论利润呢？哦，这时候计算利润，你可以往两个角度来看嘛。你一个就是哦，我都不会走啊，停业，还是我再继续跟跟看？我再继续跟跟看，怎么想这个问题呢？哦，怎么讲这个问题呢？你要想说停业的状况是什么，继续跟下去的状况是什么？你可以仔细想想看嘛，或者怎么一回事？哦，讨论短期决策的时候，你要想一件事情。我们现在讲是短期，短期就是什么呢？即使你产量为零，你还要付固定成本，这个叫做短期。产量为零，你还是要付固定成本。所以如果你停业就去造啊，啊，可是你之前跟老板讲，对吧？房东，然后房东万恶的房东，大家都不喜欢房东，然后不会啊，其实有些房东人还不错，然后。不要都觉得我房东都万恶的，然后好啦，有些时候你跟那个房东、哦、或者是地主签契约，一签签一年，一签签两年，哦，一签签一年，一签一天，一签签两年呢、啊？啊，如果你熊熊嘛，六月七月的时候说，哦、我不被折啊，啊，你能够就不理这个事情就跑掉啊，约就啊摆烂给他，然后就跑人。然后不付钱吗？哦，警察会来找你，然后警察会来找你，然后法院会来找你，然后，所以短期的时候呢，你知道那个约已经签下去了，就算你产量为零，你还是要付固定成本。哦，这件事情要注意了，很多人可能就想说啊，不被折啊，我就造啊，结果摆烂，然后摆烂，然后那个钱还是要付啊。哦，所以我们看看停业的时候，产量是零，你还是要付这个总固定成本哦。哦，在这个情况下，哦，我看看。P 等于 MC 决定最适产量，可是不管你价格怎么调，都是在什么这个平均成本的最低点。然后这个有点跑掉 ，MC 是这个，然后 AC 是这个，然后它有点跑掉哈。你看，不管怎么调，你价格都还是在这个 AC 的底下嘛，所以价格呢 ，P 乘以 Q 呢，好 ，P 乘以 Q 呢是小于 AC。可是有看到个事情哦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你看看你的价格是。比 ABC 还要高哦，你现在的价格是比 ABC 的，这一点比 ABC 高，所以我们这上面才会这样写，价格大于 ABC， 所以 P 乘 Q 大于 TVC， TVC 是什么？总变动成本， ABC 是平均变动成本，所以看到这时候的这个价格呢，这有点跑掉， AC 应该在这边了， AC 在这边，这个 AC、哦、比价格这条线还要高，所以不管怎样你都是亏损，可是这个价格呢，不管怎样都比 ABC 还要高，价格比 AC 低，价格比 ABC 高，在这一点的时候，当然你调到太过头了，然后调到太过头，你的那个价格就会比平均变动成本低。可是在这一点上，你可以看到，这一点上面价格比 ABC 来的高，价格比 AC 来的低，好，价格比 AC 来的低。好啊，这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现象？你看，继续经营，你看继续经营，
继续经营的话呢，哦，我们一样把利润写下来，利润是 Pi to 等于哦，利润函数嘛 ，P 乘以 Q 减掉总成本，总成本是什么？总变动成本加总固定成本，所以就变成减总变动成本跟减总固定成本。我们说停业的时候呢，你这一块 PQ 就是零了，你不收的钱嘛。啊，你停业啦、啊，你就不会雇人啊，总变动成本当然也是零啊，可是你还要付一块总固定成本，就是我刚刚讲，你月已经签下去了。哦，你还是要付啦，吼，还是要付这条钱啦，吼，这条钱往下出啦，吼。那如果你继续经营的话呢，哦，利润函数就写下来嘛，吼 ，PQ 减掉总变动成本，再减掉总固定成本啊。然后你看看这里面有一块，就是 PQ 减掉 TVC， 这是我们刚在图形上看到的。PQ 减掉 TVC， 我们把它定义成 A， 哦 ，A 就是 PQ 减掉 TVC，PQ 减掉 TVC 这块是正的还是负的？我们刚刚说在这一点红色点上面。红色这点哦，这个就是价格线嘛。你价格线不管怎么调，都在 AC 底下。可是你价格在这一点 P 等于 MC 这点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它的价格是比 ABC 还要来的大哦，价格比 ABC 来的大哦。所以 P 比 ABC 来的大，你就会得到 P 乘 Q 会大于 TVC，TVC 再付出是总变动成本 （total variable cost）。哦，所以 PQ 减掉 TVC 是大于零，也就是 A 是大于零啊。所以你看看，如果继续经营的话。你的这个利润 Pi 2等于 A 减掉 A 减掉 TFC 啊，这块就把它当 A 啊，这块是 A 减掉 TFC 嘛，啊 A 是大于零的，所以 A 是什么 ？A 是正的，正的一个东西减掉 TFC 啊 ，Pi 1呢又停业情况，它是负 TFC 嘛，要负 TFC 啊，哦，所以 A 减掉 TFC 哦，跟 TFC 纯粹的减 TFC 来比 ，A 是正的，所以谁比较大 ？Pi 2比较大。哦，派度比较大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什么呀？继续跟下去，然后继续跟下去，然后就是说你这时候要继续撑下去哈。虽然说你利润是负的，现在是亏损，可是你想借了哈，那个钱可以拿来付变动成本的哦，钱可以拿来付变动成本，那还会多一点点的给 gam 付一下这个房租了哈。啊，如果你都走人的啊，你就是房租就是整笔大笔的钱都给他啊。如果你继续跟一下的话，你至少还可以多收到一点钱，多收到一点。给 gam 加减付一点这个房租了哈，比较稍微划算一点呢稍微划算一点呢，撑到年底就不续约嘛那这样再散人然后再散人哦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讨论里面呢，关键在哪里？关键不是在说你是不是利润是负的哦，关键不是你利润是负，关键是看这个价格有没有比 ABC 来的高哦。所以当价格比 ABC 高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说你这个钱呢能不能来付这个。总变动成本，重点在看这个。如果你的钱呢能够还付总变动成本还有剩，可以加减来付点你的这个房租的时候，总固定成本的时候，继续跟啦，哦，跟到年底再说，跟到这个契约弄完再说，然后继续经营的损失会比较少，然后继续经营的损失比较少，哦，继续经营的损失会比较少，哦，对，很重要一点，在谈这个时候我们不用看 TFC， 我们看的就是说你的价格是不是比这个 ABC 还要高，因为你。停业你还要付这一块，继续经营你还要付这一块啊，所以真正关键是看这一块是不是正的啦，啊，这块是不是正的 ？A 这块是不是正的？就是看这个，看这个东西，价格是不是比 A、B、C 来的大？哦，价格是不是比 A、B、C 来的大？好，那另外一个情况，如果今天呢，哦，都衰，哦，市场市况很差，价格继续跌，哦，跌到比 A、B、C 还来的低了，哦，跌到比 A、B、C 还低，那我们一样很快的再看一次，刚刚大家可能已经有概念，这时候就应该要散人的啦，哈、哦，停业是什么？付房租嘛，总固定成本。继续经营呢 ，PQ 减 TVC 减掉 TFC 哦，那 PQ 减 TVC，PQ 把它当成是 A 等于 PQ 减掉 TVC 哦。啊，这块是什么 ？A 等于 PQ 减掉 TVC 小于零，为什么？这个时候最是生产点在这里哦，最是生产点 P 等于 MC 的最是生产点在这里啊，这点是什么意思？这点是什么意思？这点就是说，在这点生产的时候呢，在这点生产的时候呢，你的损失会最小。可是，即便是你的损失会最小，你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损失，很大的一个损失，很大的一个损失。而且，这个损失呢，是你的价格不止比 A、C、D， 你还比 A、B、C、D 哦。啊，你也看到在这条线上，不管你怎么样调整你的什么，不管你怎么样调整你的这个 Q， 你总是都在 A、B、C 的底下，就是总是在平均变动成本底下，所以价格比平均成本。平均变动成本来的低，价格不只是比平均成本低，也比平均变动成本低。这时候 P 乘 Q 比 Total Variable Cost 还要小，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是负的，这个是负的 ，A 等于 PQ 减 TVC。那你再来看呢
如果继续跟下去的话呢，利润等于 A 减掉 TVC，一个负的东西再减掉 TFC，然后呢，如果停业就不干了，你至少你只要付 TFC 就好了啦。哦啊，这块是个负的，再减掉 TFC，这个就是零减掉 TFC 嘛，零啊减掉 TFC 啊，就只要付这个 TFC 就好啦。所以看一看呢，哦，如果价格比 ABC 低的时候，哦，价格比 ABC 低的时候，刚刚我们有看到，哦，价格如果比 ABC 高，你就要继续跟嘛。价格比 ABC 低，这时候是价格比 ABC，哦，这时候停业的损失会最少啦。哦，这个概念是什么？这个概念就是说，如果你这时候继续跟下去，哦，连付变动成本，哦，连付变动成本钱都不够，啊，你就是给这给了的啦，你停业就付房租而已。啊，如果你继续跟下去，不止还要付房租，你还要付那个工钱。啊，你赚到钱连付工钱都不够，哦，连付工钱都不够啊，这时候就啊刷刷起啊啦，哦，卖者就付房租而已，然后不干了，不过房租还是要付，然后不付的话，到时候警察会去找你。哦，对啊，你这个时候是赚继续跟下去，连付工钱都不够啊，这时候就是停业哦，所以概念上就是这样的啊。如果你继续做下去，连工钱都不够的时候，你给这给料的时候，给这给料去准。哦，可能就真的是散人了，然后可能就真的散，连跟都不用跟，然后连跟都不用跟，然后啊，实际上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形？我说呢，哦，这个情形是这样子哦，如果连付工钱都不够就停，就继续就要散人，然后就要散。那有个情况是说，哎，你也在给 gam 躺哦。我们刚刚讲说 P 大于 ABC 的时候呢，哦，P 大于 ABC 的时候也跟给 gam 躺，在实物上哦，有没有看到这种给 gam 躺的情形？就是说，虽然利润是负的啦，哦。做这个生意利润是负的，可是呢，至少它可以付点工钱，还可以加减多怎么样，多补贴一点这个固定成本的费用。在实际上，你能不能看到这个情形，其实还蛮普遍的哦，还蛮普遍的哦。哦，我现在就举一个这个例子给大家看，然后我就举个例子给跟大家说明一下，然后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哦，来说明一下前，我再复习一下，好，让大家比较清楚哦。来，我们说呢。停业与否的情况下，哦，当你碰到利润是负的情况下，你要怎么样去决定停业与否？当利润是负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去决定要不要散人还是 gain？看这个事情，价格是不是比 ABC 高或低？价格如果比 ABC 高的话呢？哦，你就是可以付工钱，然后多挣上一点钱的，给 gam 付总固定成本，继续运作的损失会最小。如果价格比 ABC 低的话呢，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付工钱都不够，停业哦的损失会最少。哦，都卖 gam 啊，哦卖 gam 啊，然后，那我刚刚要有跟大家说，我实物上有没有什么那个例子，就是说你看得到那个价格比 ABC 高，然后还可以多加减付点。固定成本有没有这种例子？其实我说很多嘛，我说我秀个例子给大家看，我应该讲个例子啊，我没有秀出来，就讲个例子给大家看。哦，那个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验去搭过那种最早班的飞机飞冲绳的？然后那个这几年大家很喜欢去日本玩嘛，哦，那有些时候呢，哦那个那个很常去日本啊，有些时候可能大家会选择去冲绳啊，冲绳蛮好玩的啦，冲绳有个水族馆哦，小朋友很喜欢。然后，那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，可是我在记得在几年前的时候呢，还有那种早上6点飞那个那霸的班机，然后早上6点飞那霸班机。那我曾经有一次搭过这种班机，然后哪家航空公司就不说了，他已经收了，呵呵他已经收了。哦，那我那一次搭那个早班的班机呢，哦，那时候从桃园机场飞到那霸班机，那时候去搭的时候呢，哦，一大早6点嘛，到那个候机室一看，哇，拢没人，啊，想说啊，可能太早了，大家都没有来，等等，可能都会有人来吧。后来，哎，到登机时刻啊，哎，还只有3、4组人而已，哇，卡接人哦。后来真的进飞机，整台飞机几乎就是包机的，然后只有3、4组人，然后。那一开始那时候我就在想纳闷说，哇，你行李卡卖哦，一台那个台北飞到那霸的飞机啊，结果只有3、4组客人哦，只有3、4组客人，那这种亏看起来就显然是亏损了啊，你还要再继续做这条航线吗？哦，那就想说，哇，这间公司大概可能不久就会关了啊，虽然他好像也还撑一阵子，后来才收，然后哦，不过我就想说，哦，那这样这条航线亏损的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关掉这条航线？哦，可是后来在那个冲绳玩了一阵子，那个坐飞机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哎，10点回从冲绳回台北的那班，哦，就完全情况不一样，那班整班都客满的，哦，整班就都客满的，
哦，那我后来就突然聊，我说啊，难怪你早上这个台北飞冲绳，哦，桃园机场飞冲绳这班你要坐，为什么呢？航空公司的逻辑是这个样子，哦，他的那个飞机呢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放冲绳，他都要放桃园，哦，飞机晚上都要飞回桃园，可能要整补啊，干嘛的，或者而且放冲绳可能要付一大笔钱，哦，所以他如果要做这个生意，从这个冲绳飞回台北的话呢，他早上一定要把飞机从台北飞到冲绳。哦，台北飞到冲绳，所以你可以去想想看，对他来说，台北飞到冲绳的这个航线呢，就是说，他不管怎么样呢，哦，不管你有没有开放载客，你这条航线的这个飞过去的这个成本呢，都一定要付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哦，从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整个例子来看呢，哦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，他在想他要不要做这个从台北飞到冲绳这一班的生意的时候呢，他就在想说，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个生意，我飞机还是要飞，因为你最终十点的时候你要从冲绳飞回台北，哦，所以我就算不做这个生意，这班航线呢不开放载客，我飞机还是得从台北飞到冲绳，哦，台北飞到冲绳，所以我刚刚说我后来聊的就是这一点，就是说他飞机因为他要做十点飞回来的这个生意，他早上飞机一定要飞过去，哦，所以。就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 business， 就是说他从台北飞到冲绳的这一段，他到底要不要开放载客？他其实想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短期停业问题。你可以台北飞冲绳的这一条你不开放载客，你不开放载客，你飞机还是要照飞。所以你不开放载客的时候，就是说你不做这个生意，台北飞到冲绳我就不做了。台北飞到冲绳我就不做，不做你还是要付这个总固定成本嘛，停业付总固定成本，你不付这个东西，你怎么去冲绳十点飞机飞回来？哦，你还是得要付这笔这条钱，然后这条停电买下来存啊，吼啊！如果你开放载客嘞，你就会想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 case 啊，你开放载客，即便客人有三四个人啊，这三四个人是不是加减帮你付一点这个飞到那边的，飞到这边的这一趟的这个油钱，或是那个什么机上人员啊，或机师的这个钱？加减付一点嘛？为什么？你多开放这一条航，这个从台北飞到冲绳早上六点的这个路线，哦，这条路线，你如果多增加载客的话，你多增加的成本是什么？人坐上去啊，就飞机餐嘛，啊，早上的这个机票非常便宜啦，不过还是一趟可能还是两三千嘛，一趟一个人还是两三千呢，啊，你多一个人，你成本是什么？啊，就是。飞机餐嘛，飞机餐早餐这个都面包饮料啊，这不哇这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多一个人重量不增加多少，油钱不会增加多少啊，还有行李放下去，油钱也不会增加多少啊，哦，也不会增加多少啊。所以你可以看看早上载客这一段哦，如果他开放载客了哈，早上我说他从六点出发，从台北飞到那霸哦冲绳的这一段，哦，如果你开放载客了，每个人顾客平均收到钱大概就是。两三千，那变动成本是多少呢？会增加的成本，你把它算嘛？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，可能四组客人，哦，四组客人，这七八个人，多增加这七八个人啊，多增加的油钱没有太多，多增加的飞机餐的钱没有太多，除以这七八个人，这个平均变动成本其实是不高的啦，一定比两三千块还要来的低嘛，哦，比两三千块还来的低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就是你多收这几个客人跟你一起飞过去啊，付点。那个什么，他们付个两三千块，哦，付个两三千块，然后你就供点飞机餐、油钱弄点，那差不多啦，价格一定是比他们付的钱一定是比这些飞机餐的油钱还要高啊，所以要不要开放？当然要开放啊！你不开放的话，啊，这趟油钱、那个机组人员的钱、机师的钱还是得要出啊。哦啊，这个就是我说，所以当价格高于 AVC 的时候，平均变动成本的时候。还是要开放载客啦，吼，还是要开放载客啦，还是开放给减谈，然后给减谈，然后给减谈，哦啊，这样的 case 其实非常多啦，吼，这样 case 其实非常多，你可以看一看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呢，这个短期停业决策，吼，你在书上常看到这个例子啦，吼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谈谈固定成本，吼，再来回顾一下固定成本，吼，我们刚刚有谈到什么叫固定成本。固定成本就是在短期的时候呢，不管你产量是多少，即使你产量是零，你都还是要付的这条钱哦，这条钱哦，你都还是要付的这条钱，然后就是
固定成本，然后就是固定成本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你都已经说好你要付的这笔钱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就算你产量是零，你还是得要付的这个钱，这个就是固定成本。哦，在有些教科书上面呢，他们会把这个固定成本呢，哦，所以说它也是一种沉没成本，哦，沉没成本叫 sunk cost， 哦，这个叫沉没成本。沉没成本，相信很多同学可能听过这个 term 嘛，哦，听过这个 term 沉没成本。哦，那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短期停业决策的时候，我们说短期你要继续跟下去，哦，还是就不干了？哦，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看你的价格是不是比 AVC 来的高，哦，平均变动成本来的高，或者说你收到的钱呢，会不会比这个总变动成本来的高 ？PQ 是比总变动成本来的高，也就是说你收到钱呢，能不能至少 cover 工钱啊？哦，至少 cover 工钱，那还多一点点可以付总固定费。所以整个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看的是什么？我们看的是说你的 P 数据比 ABC 高，或者说你的钱能不能 cover 工钱，我们有没有讨论固定成本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停业你要付这一条，继续经营你要付这一条。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你这条钱，哦，这条钱哦，拢爱出的啦。哦，这笔钱呢，总是都要出啦。哦，这笔钱总是说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这笔钱总是都要出。哦，所以你在讨论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讨论这一块。哦，就不讨论这块。哦，啊，有些人说这个叫做沉没成本嘛，所以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当我讨论停业与否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不看固定成本的。哦，那或者说我其实是不看这个已经 commit 了，哦，已经讲好，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出的钱。哦，这个叫沉没成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短期停业决策，其实我们是不看这个沉没成本的。哦，所以在这 business 上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哦，就是什么呢？Sunk cost should be ignored in any business decision. Sunk cost should be ignored in any business decision. 哦，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沉没成本在做决策的时候呢，商业决策的时候，你应该要忽略它。哦，你应该要忽略它。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。沉没成本哦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短期停业决策的时候，不管你要继续做，哦，还是你要停业，你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不会看固定成本的。sunk cost， 因为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会要付这条钱啊，啊，所以我就不用看它，不要让它来干扰你的决策。哦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沉没成本呢，你在考虑商业决策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应该要忽略这件事情的。sunk cost should be ignored in any business decision。为什么要强调那么多次？因为很多人在做商业决策的时候，总是会被这个沉没成本牵制住啦。哦，很多人在做商业决策的时候都会被这个沉没成本牵制住。哦，这个叫做沉没成本谬。什么叫被沉没成本牵制住？就是说，虽然概念上大家都知道，不见得大家都知道，然后上过我的课可能才知道，上过管理学院的课你可能会知道，可是我们看到在现实社会中，很多人在做讨论公共政策啊，或者在讨论 business 的决策的时候，其实多多少少常常都会被这个沉没成本，都会考虑沉没成本进来。那我们刚刚讲过，你事实上你应该要忽略它，可是有些时候都会被考虑到这个东西，有些时候是不知道，有些时候就是会被牵制住，就是心里就是有那么一块就放不下。这个东西叫做沉没成本谬误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做决策的时候，我们刚刚也很清楚讲，你不应该考虑这个东西，可是你还是得考虑了。哦，所以沉没成本谬误就是说呢，我刚刚讲，许多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呢，会将这些已经开了的钱，哦，列入考虑。你已经花下去了，什么叫已经花下去了？因为你现在做什么决策，这个钱已经花了啊，或是已经跟人家约定好，契约签下去了啊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都会花下去的钱啊。很多人会把这种花下去的钱列入考虑，然后在那边纠结啦，在那边纠结啦。哦啊，这时候这个就是沉没成本谬误啊。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呢？最常见一点就是买股票嘛，哦，这个图看起来不太像买股票，然后可是我们要讲的是买股票。买股票的时候，常常看到一个情况是什么？很多人看到你买了股票，结果股票在下跌了，啊，这时候你就会面临一个决策，哇，股价在下跌了，哦，公司看起来前景不明啊，哦，这间公司看起来前景不明，那你会想说，啊，我要不要马上就出脱？哦，比如像有些股票之前那个，每股可能曾经到两三百块了，或者是说更高了，很好死不死的，你在那个股王哦，那是最高价格的时候，哇，这个股王最高价格的时候进场，哇，要求高衰哦，很高的时候就买了这个股票，它开始下跌了，公司前景未明，哎，这时候就要做个判断，我到底要不要出手？啊，我说很多人
如果你在最高点，在当他是股王的时候进场的，你就会在想说，哇，我这个买了，那我以前那么高价买，那我不是给料吗？这个就是沉没成本谬误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当初买价那么高，现在卖掉是不是我就代表我赔一大堆？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做决策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想？你不能想说你当初买的时候这个价格很高哦，你不能想说你当初买这个价格很高，所以在那边纠结。你要想是什么呢 ？In the future， 我在这个时点看，未来它会继续下跌，还是它会起死回生？如果它会继续下跌，你继续持有就是继续扩大你的损失。哦，继续持有就继续扩大你的损失，跟你以前到底用什么价格买是没有关系的。可是如果它会涨呢，就表示你会损失会赚回来，你钱会赚回来。所以你在这个时点上，你要看的是什么？你要看未来啊！哦，你要看未来，看它会继续跌还是继续涨。如果你觉得公司能够起死回生，公司未来很不错，你就应该要继续持有。如果你觉得它会继续下跌，你就应该要壮士断腕，这个时候就 stop， 马上就卖出。如果你继续撑，纠结于说你过去的竞价非常高，那就会只是会让你继续扩大亏损而已啦。我相信那个在电脑萤幕前的各位，应该很多人我相信你没有这个经验，希望你没有这个经验，可是很多你的亲朋好友都应该有这个经验，然后对不对？应该都有这种经验，然后以前买股票的时候，那个竞价很高，而且我看到它要继续跌的时候，到底要不要卖？到底要不要卖？继续撑？结果公司真的前景不好，你就继续扩大亏损啊！等到非常那个时间拉长以后，就亏损会越来越大。然后，比如像说，前阵子差点下市那一张股票嘛，那个大同，然后因为那个亲戚朋友有人有报到那一张嘛，就是他在前景不明的时候呢，没有壮士断腕，想要再撑撑，就哇，现在跌到那个什么，跌到一股哈。变成那个鸡蛋水饺股，然后一股在一块钱以下，然后一直在那个大同集团里面的有一些公司的股票是这样子，然后就变得很惨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呢，在做你的买卖决策的时候，你真的不能够纠结于过去你的竞价是多少，你要站在现在这个时点往未来看，看它会涨还是会跌。哦，如果你一旦纠结的时候，想想我刚刚说的沉没成本谬误哦，沉没成本谬，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你纠结在你心中的痛，然后那这样很有可能会让你扩大亏损啊。当然，如果它会起死回生，你判断它可能会再起死回生的话，那你当然可以继续持有了，可以继续持有。另外一个沉没成本谬是什么？大家看到这是什么？的某个核能电厂，台湾的核能电厂的那个照片呢、啊？哦，核四这个争议呢，在台湾也讨论很多年，然后讨论非常多年，然后那它到底该不该建呢？或者说该不该停？现在已经停了嘛，那见仁见智了。不过在讨论它要不要继续就停，那个当初在讨论要不要继续续建，或者说现在有人在说希望把它重开的时候呢，过去有一个 argument 是这样，就是说如果停建了，我们过去所投入的这个两三千亿，其实两三千亿是非常高的钱。然后就是说，盖个核电厂之前有上课同学在美国是做核电工程师的，说其实不应该花那么多钱的。不过 fine， 他们就说花了两三千亿。那有一个 argument 是这样说了，有一个 argument 是这样说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停建，那花下去的两三千亿不就浪费掉了吗？哦，这个就是一种沉没成本谬误哦，这个、就是一种沉没成本谬误，因为你继续建，你或者说你开始营运了哦，因为差不多已经建好了，如果你开始营运的话，你这两三千亿花下去就花下去，它就在那边啊。如果你停建的话呢，这两三千亿呢还是在那边呢、啊、哦，就是你钱已经花下去了，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，你如果纠结于你过去所花的这两三千亿，那这个就是沉没成本谬误。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要怎么想这个问题？你应该站在现在时点往 future 看嘛，应往未来看嘛，我不应该用晶晶体啦，我就说往未来看，不是往 future 看、哦、往未来看，往未来看，那它究竟是那个什么效益大于损失、哦、效益大于成本，还是效益小于成本？你应该是这样看。那它的成本是什么？它很有可能是包括说，你如果继续营运下去的话呢，你继续跑了40年以后，你要废炉啊，你要除以啊，除以以后，除以以后有这些种种的成本会衍生出来啊，你不做的话，那可能就没有这些衍生的成本嘛，啊，你有效就是继续啊，如果你继续做的话，你的效益就是有那个电嘛，对不对？有那个电啊，然后呢，成本就是
一运作成本以后那个不知道应该不知道应该讲废物，就除役的那个成本嘛，除役以后的成本呐、啊，哦，然后核废料除役的成本，然后这些东西，这个你的成本嘛，当然还有一个风险嘛，就是说它如果因为运作不当哦，运作不当啊出问题了，这个风险呢、啊，那这个几率多少，见仁见智，不同人有不同的风险考量。好、哦，你应该想这个事情啊，如果停建的话，那当然就没有了嘛，哦，停止营运的话，当然这些成本。跟这些效益没有，那当然成本也没有，你不用考虑以后要除役啊、废炉啊等等的这些啊，也不用考虑风险嘛。所以你应该考虑这个事情。那过去盖这个东西花的钱是什么呢？不应该纠结在这上面哦。因为不管你是停建还是你就是继续营运，这条钱都会在那边啊。当然会计上在会不大一样哦。不过就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，从那个整体事情效益的角度，你应该这样想，应该是站在现在往未来看。过去已经花的钱呢，就必须要不应该成为你纠结的理由。如果你纠结在它，这个就是一种沉没成本谬误。好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一讲呢，哦，大致上跟大家谈了一个这个，大致上跟大家谈了这个厂商的短期停业决策。那也顺便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就是 sunk cost should be ignored in any business decision。沉没成本在任何商业决策的时候。你都应该要忽略它，不要讨论它，吼，不要让它成为纠结你的理由，吼。如果纠结到，想想沉没成本谬误。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，我们下次见。